陆长在吗？不接就算了，连报个平安都不会吗？啊，找死是吧？打我干嘛呀？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？啊，我报仇！地震怎么没把你震死？的手掌，你笑起来，乌云散开。我就吃个饭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逃生技能，纯天然不做作的地震记忆，你习惯一下就好。哦，防地震。还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，小思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不过你们俩好像真的挺有缘分的。嗯。哎，来了。终于不用吃速冻食品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呀？电话也不接。这不是地震了吗？信号中断了，他都来不及跟你们报平安，我们都焦心死了。你焦心是因为不能上网吧？去。哎，我真没想到。你真的来日本啊？我们庆祝一下吧！啊，热烈欢迎小司来到我们正源中心。谢谢款待。哎，快吃吧。啊，别别。啊？太多了，我吃不了。吃不了。吃不了。你没胃口吗？我平常啊就吃这么点儿，吃不下多少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小司，你多吃点。嗯。哎，傅小司，我知道你想我，但你真的不用跑来日本看我呀。你能别这么自恋吗？我来就是为了吃一下刺身，顺便看一下你。哦。顺便，那你刺身吃了吗？快了。
你干嘛呢？咱俩才刚在一起，你们刚刚眉来眼去，干嘛呢？这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，你猜啊？哎，来都来了，照张相吧。来，一二三，耶！你在日本的小日子过得挺好的呀，跟岩墨也挺幸福的。你呢？你和立夏怎么样？我们俩挺好的呀，现在开始要办工作室了。工作室？那你想好怎么安顿立夏了吗？想好了，不过怕他太辛苦了。立夏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不会觉得辛苦的。哟，什么时候变成老江湖了？难道你跟岩墨……哎呀，我现在整个就是他的一个全职奶爸。全职奶爸？嗯，不会啊，他看着落落大方，应该是他来照顾你吧。哎呦喂，拉倒吧，我跟你说过吗，整个一女神经病。妈，地震，走走走走啊。就这了。哎，您怎么这么快就走啊？多待两天吧。我要再不走，我怕我也会失联了。真不用送啊？不用了。行了，那你把东西拿着。这么多，哎呦喂，跟我妈似的你。你这不都是你的？这是遇见的，这是立夏的，这是七七的。看到你一切就好，就好了。走了。嗯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跟爷莫好好的。嗯，你也是。到了记得发短信啊。男朋友是否爱你的超好方法，给你的他发一条短信，我今天吃药的时候看了一条新闻，男生 A 说，怎么了，怎么吃药了，是不是生病了，男生 B 说，啊，严不严重，要不要去医院。哦，我也试试。奇迹的时候到，陆志昂，你到底爱不爱我吗？说句官方话能死啊！多喝点可乐，给我嘴甜点。